德莲粉、伯爵红茶风味、一抹茶粉。准备材料有：预拌粉500克、全蛋液250克、无盐奶油300克、水65到95克。此影片示范水量为95克。将奶油融化，微波或隔水加热。将全蛋液、水、预拌粉与融化奶油温度不超过60度C放入搅拌汤中，以球形搅拌器慢速搅拌10秒后，挖缸。在中速搅拌30秒至5颗粒状，将面糊装入挤花袋中，建议烤模涂抹一层食用油后，再挤入面糊约22克，请视烤模大小调整。烤焙上下火200度C， 12分钟。判断油无烤熟，可以用竹签插入中心，竹签无沾附面糊即可出炉。马德莲出炉时成品松软，不易挑起，可以先用电扇吹1分钟后再脱模。脱模时需小心，成品还温热时容易压扁变形。注意事项，请先以最低加水量测试，若搅拌完太稠可再加水搅拌。面糊若为太稀不易操作，可先静置30至1小时，或冷藏30分钟，面糊会逐渐变稠，使用时再搅拌一下装入挤花袋即可。